anything going on in there. Thank you.
一个六米，那就是六米五，我们是六米三，我们就是六米五的。这个拼开了之后，这个上面的已经应该用手可以撕得开，下面的话可能就撕不开了。但是真的是一个小时，要让它折腾。好，现在竹子已经拼好了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整理修理一下。这个是折叠的，那个结，再给它修一下。隔两米一个，打一个木桩子。好，现在我们这条沟呢已经挖好了，我们下一步呢就是把那竹片给它扎好。现在开始扎竹片。扎竹子呢，就这样放好一边，先给它固定一下，把小铁丝给它扎一下。这个间隙呢，也控制在12公分左右。要上下一样宽。现在我们就放在第二层的交叉，这一边呢就放在这个里面，放在这个里面，这样卡住它。这个间隙一定要刚好，要不然如果太宽了的话就不太好看。今天我们这个竹篱笆呢已经基本上扎完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明天呢我们的竹还是继续来修整一下这个竹篱笆，给它加固一下啊、然后呢就是搞一下这院子里面的卫生，打扫一下卫生啊、这个地方呢是准备做一个厨房的，那边呢还没有加固啊、明天再来加固吧，就是还有一些扫尾工作。这边也还要加固一下上面。在前面，然后在前面就是竹林了。
都很丑，尤其是这个砖，这个比较丑。我也是第一次写毛坯，很喜欢，它就在慢慢慢写的写毛。Thank you.